抗争者的战利品，绝对不是同志。不要害怕，这片狱卒这么过的殿旁，鞠躬。立法院长王金平，监察院长王建轩，考试院长关中，苏贞昌主席，陈菊市长，郁慕敏主席，由吴正烈先生代表，张灿宏主席，姚立民先生，柯建明委员，范训律女士，魏耀前先生，田红茂先生，林志佳先生，当时他们是被关押在台东太原监狱的政治犯，不满长久以来的威权压迫，而且当时是国家三盟白贼啦，有无实施的白贼啦，五位律师为了台湾独立建国而死，五位律师为了台湾独立建国而死，因五位律师不把他当教授了，五位律师不向当教授了，习近平先生当年你有干，你有就该向教授了，我想台湾这个多元的社会，好笑，我们在这个多元的社会当中，好笑，需要彼此的开放，这种北台人的事，我们需要寻找我们历史的真相，好笑，我们历史的真相不应当被埋葬，北台，我们好笑，陛下，我们应当让我们的真相，台湾独立万岁，台湾独立建国万岁，台湾建国万岁，台湾。Bye.
台湾起义，从庆山的五个烈士，历史的进程所画一幅画。咱今仔日伫这继续来延续这幅画，大家来画，台湾大家建国万岁！Yeah!